对象经验比较丰富的话，会跟着小兵。现在对线已经不好打了呀，哎呦，车掉了，我操，我的。对呀，对线不好打。坏了呀，这个补刀漏的。其实我玩 EZ 的时候挺讨厌辅助卡玛的，就虽说 EZ 卡玛确实是标配，但是卡玛这个英雄很难，玩得好的人很少，所以其实我是略微有点讨厌辅助卡玛的。就讲道理，卡玛打个风女，怕个的，直接往前动就行了呀，是吧？对呀，就像这样的呀，卡玛打风女怕什么呀？都往前走，往前走，那卡风女一点反制手段都没有，纯被虐，就很简单呀，就往前冲，简单。这英雄要玩得很狂，本身就是前期对线英雄，前期对线没拿出优势的话，很容易一直死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的，这波我的问题，不好意思，我扛到塔了，我的。
没有出 CD 鞋，出这个吧。哦，是想打得很狂吗？出这个的想法应该是想打得很狂，你懂吗？大家要开小龙，不选择来下路抓吗？这很好抓哎。不是他下，关键是我下路还没线全，他开小龙很容易出问题的，所以来下路抓一下是最好的。当然如果能 OK， 他们没有去就还好。下路没线全的情况下动小龙风险很大耶。好消息是偷到了，等个点火吧，等个点火这波可以打。不愿意来帮下吗？这来的有点勤快呀，角鱼狂暴下路。感觉有点渐入佳境了，他突然打得很狂，可以，我喜欢这种很狂的卡玛。不是你拼个的，人家打野没来下路是吧？那辅助游一波，然后就要点一下。但按你这样说，那人家皎月来一次，我是不是要点他两次啊？有啥好点的？那人家被我们线杀了，他去游走不是很正常吗？好啊 Q， 可惜没打到。哎，可以，他突然变得很猛，好像可以哦。我很欣赏你这种打法，我们玩就是要玩的狂，强势组合不玩的狂，玩什么强势组合？对，就是要玩的这么狂。
OK， 你炮车自己补。哥们挺讲素质的，你这波线的炮车我不吃你的，下波线那是属于我的线的，下波线就这波线还是他的，但下波线就是我的了。还要交个闪现，好浪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旁边有兄弟的呀。怎么说甩他一个 RQ？ 可惜。那就点到为止，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。大家该干嘛干嘛，各回各家。下波出来再战。呀，他怎么不回？不是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辅助小子 啊？吃线是吧？这两百血吃线很肿哦。泽利不推荐玩泽利吧，泽利可以出电刀加训刃，但我不推荐玩泽利这个版本。感谢科科的一张超粉卡，谢谢。谢谢科科送的一张超粉卡，感谢科科。看到他了。上路关进小黑屋一 v 一的，我哟，哇，这个铁男，哎，你愿意给我吗？哦，不是，原来不是 ，OK， 问题不大，我其实挺缺蓝，缺蓝那还缺蓝。卡住他们这个位置，怎么说我这波进攻是不是连招很快？啊，连招要快，这样显得很帅。就一套直接连招直接打下去。啊，全中了当然非常的帅啊，当然空了的话那当我没说啊，空了就有点狼狈。哎呦，这个 Q 空了， Q 小兵都能 Q 歪了。哎，这把我女神类出的这么慢吗？为什么？哦，第一波打输了，想起来了，第一波打输了。也不算打输的吧，他们摇人的啊，那也是打输的啊，
死的就是大叔的。今天晚上打了好多局厄斐琉斯，高手厄斐琉斯比较难打吧？你这打很厉害的厄斐琉斯还是有点难打的。哎，其实也主要是看辅助，下路对线呢，两个人的事情，一个人没有用。他妈，我以为你要 Q 闪呢，吓得我赶紧把闪按。哥们，不是哥们，你懂拉特吗？好怕呀你，太保守啦！我收回他刚刚打得很狂的话。哥们，200血都敢往前，哦，300血都敢往前走，你怎么满血不敢往前走呢？好保守，好保守，拉扯一下定到他，我 Q 就好中了。呀 ，A Q E 拉走，可以偷了多少？啊，看起来看不到了。我应该感觉起码偷了60吧。E 都不用 Q 直接做掉了。哎，他要出绿茶，还要加绿茶吗？OK， 点了，我不想动你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啊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订阅。